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， 我是 Eileen。 最近我都在给你们讲关于我自己的故事，从在工厂工作一直到在深圳做销售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来讲讲剩下的故事。视频的最后，我还会告诉你们我是如何开始做汉语教学视频的。想听的人一定要坚持听到最后哦。那上个视频中，我讲到我辞掉了销售的工作，然后回家过年了。过年的时候，老家的天气很冷，我就每天躲在被窝里看电视，偶尔在网上找找工作。有一次呢，我无意中看到一家学校在招英语助教，要求是要口语流利，大专或以上学历。哼，虽然我连高中都没上过，但自学了3年英语后，对自己的口语还是有点自信的，所以就打电话问那家学校，没有学历可不可以？本来只是打算试试看的，没想到人家说，有没有学历无所谓，先来面试吧。这倒让我挺意外的。过完年，我就赶紧回到了深圳，第二天就得要去面试了，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面试，所以还没去我就开始紧张了，晚上都睡不着觉。那家学校呢，在市中心，离我住的地方很远。第二天我一大早爬起来，坐了将近2个小时的公交车才到那家学校。我记得那天是一位戴眼镜的经理接待了我，他让我在会议室里跟他谈。我把简历递给了他，他看了看，然后让我用英文做自我介绍。我当时心想，糟糕，刚从老家回来，太久没说英语了，现在都忘记怎么说了，加上紧张，我表现得不是很好。做完自我介绍后呢，他问我为什么想做助教，我就说，我喜欢英语，我也喜欢孩子，所以我想试试这份工作。然后呢，他对我说，哎，你明天再来复试吧，今天校长不在。我说，好吧，然后我就回去了。但是我对第二天的复试完全没有信心，因为太久没练英语了。所以啊，我就赶紧打电话给一位来自加拿大的朋友，请他跟我练习英语，帮我准备复试。我约了他晚上见面，见面后呢，我们用英语聊了2个多小时。聊完后我才感觉轻松多了。第二天去面试，我又被要求用英文做自我介绍，但好在前一天晚上我跟朋友练习了，所以这次进行得很顺利。校长听完后，好像很满意，
当场就录取了我，这倒让我挺吃惊的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那家学校刚刚被收购了，新的老板接替了学校，很多管理制度都发生了改变。我听说以前是双休，可新的老板一来就只能单休了，一周要上6天班。很多老员工可能对新的制度不满，包括面试我的校长都要辞职了，所以学校就急着招新的员工来替补他们。我运气好，刚好碰到这样一个时机，要不然就凭我初中的学历，肯定不会那么快被录取的。我工作的学校呢，是私人英语培训机构，学生们都是利用放学后和周末的时间来我们学校学习英语，所以我们上班的时间跟正常的学校正好相反，周一休息，周二到周五都是下午上班。还比较轻松。最讨厌的就是周末了，因为周末从早上8点多就要上课，一直到下午6点多。我住的又比较远，所以周末我必须5点多就起床，然后在公交车上睡觉。每天都非常困，虽然周末很辛苦，但刚开始工作的6个月时间，我都非常开心，也觉得自己很幸运，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当英语老师，而且还能和外国人一起工作。同事们也跟我相处得非常融洽，我的学生们也很喜欢我，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也像个小孩子，有的学生来上课时，甚至还会给我带零食。4、5岁的学生呢，就非常可爱，每次来都要抢着跟我拥抱，非常好玩。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，问题就出现了。之前我说过，我不擅长销售，因为我不喜欢说，对客户说谎。可作为助教，除了协助外教上课，最主要的工作其实就是销售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私人培训学校是靠家长续费和招新生赚钱的。招新生是市场部的工作，那么续费就是教学部的工作了。当然了，续费续得越多，我的提成就越高，所以我必须跟家长保持联系。让他们随时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。如果他们的孩子学得不好，那他们肯定不会考虑续费，对吧？可问题是，外教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辞职，新来的外教多数没有教学经验，学校也没有时间给他们足够的培训，一来就让他们上课。有些外教呢，根本就不在乎，课前不用心准备教案，上课的时候随便说几句英语就下课了。你说学生能学到有用的知识吗？
可我也不能告诉家长实话呀，不然他们肯定会不开心，肯定不会续费的。这让我非常头痛。还有，我本来以为在英语学校上班，我的 English 肯定会提高得很快，可没想到，当了一年英语助教后，我的英语不但没有进步，反而退步了不少。因为我每天接触的都是非常简单的英语，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挑战。加上我的 oral English 口语还算流利吧，同事们经常夸我。哦，你的英语好好啊！我就真的以为我自己的英语很厉害，平时呢也就不学习了。唉，我讨厌对家长说谎，也担心自己的英语会变得越来越差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辞职，然后找一份更有挑战的工作。可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呀，唉，刚好那时有个美国朋友，他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做视频，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。当时其实我根本不懂怎么做视频，但觉得很好玩，所以就决定尝试下。我记得我拍的第一个视频是《My Apartment in China》。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非常紧张，而且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有时候根本都不符合逻辑。后面慢慢的拍的多了，我也就没有那么紧张了。虽然现在还是有点紧张。尝试做了几个月后，我就辞掉了助教的工作，开始全职做视频，然后就有了 "I quit my job" 那个视频。接着我们就开始做 HSK 词汇视频，从第一集到第五集，总共将近2500个词汇，每个单词我都需要造一个句子，有时候一个句子要花20分钟才能完成，因为我的写作能力非常差，所以造句对我来说真的是太痛苦了。然后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呢就在马路旁边，每天啊都非常吵。为了能避免视频中出现噪音，我们就在阳台上、窗户上都挂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。夏天呢，没有空调，我穿着旗袍，哦，热得我都没办法喘气。虽然做出来的视频，还是有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声音不是很好啊。”但我们真的是尽力了。然后呢，又拍了 Walk Around 系列。我们当时拍摄 Walk in the Rain 的时候呢，回来的路上下了很大的雨，我们的摄像机被雨淋湿了，没法用了。最后花了1000块才把它修好，多么贵的视频呀！最近呢，我们又制作了一个新的系列视频，视频里的每个单词都加上了英文注解。虽然编辑工作很复杂，每个视频至少需要5天甚至1个礼拜才能完成，但我们相信这能帮助你们增加词汇量和提高你们的听力理解能力。但我们的视频不是很适合还没有学过拼音的初学者，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已经有太多的频道在制作这类基础的视频了，所以我们的目标是
帮助已经学过拼音的汉语学生进入到中级水平，最主要的是为汉语学生们创造一个全汉语的环境。 And that's why I don't speak English in my videos, even though I can. Oops, no more English. 而且我讲的每句汉语都标上了汉字和拼音字幕，现在又加上了英文注解。虽然这么做工作量很大，但我们觉得只有加上了拼音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各种级别的学生。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稳定的收入，但我一点也不后悔当初做出的决定。因为一想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在用我们的视频学习汉语，我就觉得这份工作真的太有意义了。如果你也喜欢我们频道的内容，并且想帮助我们继续坚持下去，请考虑去 Patreon 上给我们一点支持。当然了，也可以通过给我们的视频点赞和与他人分享来支持我们的工作。最后，请还没有订阅的人订阅我们的频道Mandarin Corner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